今天晚上是不是他守夜啊？你怎么不敲门啊？麻烦，我们那儿都是帐篷。不是，大姐，这里是南桑，不能让所有人都顺着你的心意吧？我。这两个女人有完没完？反正我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否则我怎么救了你，就能怎么杀了你。你晚上不用来陪我。你知道我去了？我们已经和离了，而且你是堂堂的徐大将军，不必当我的枕头。跟我回去。你在宫里就没有一天让我省心过，与其为你提心吊胆，不如让我带你回学府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听我安排就好。我们之前还能重新开始吗？